听说媳妇儿这玩意儿说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，但咱吃出来养殖的啊，啊跟鸭子一样，媳妇儿你来口吧。扯淡的，来给我倒点西梅饮，来，它跟那个中华鲟差不多。媳妇儿你敢吃不？肉挺劲的啊，特别嫩。没有刺吗？没有。哎呦，我看，把这脑袋拆吧了。哎呦我。你馋不馋呢？不馋。嗯，鸭嘴鱼，我头一次吃过，它是海鱼。别人告我了，这玩意儿野生的不能吃，但咱这养殖的。里边这锅，哎呦我，他的脑袋全是脆骨，好像能吃吗？你给我一口啊，你底下能吃吗？你看咱脆骨脆上吧，哎呦我，头这吃啊，我这尝下边。嗯，来好吧，很嫩的。不要，刚才吃我上了。嗯，没把刺吃了。没有刺，你看啊，啊，哎，中间有条刺，这条刺是脆骨，绝对是脆骨，看着没有，晶莹剔透的。哎呦，里边还有个筋，你想吃吗？不吃，能吃吗？嗯，不能吃吗？能吃。哎呦妈！我的妈呀，这鱼真宝贝呀！啊，都是我。给我来点水，我把小料浇上啊！我操，老实力了，来吧，开灶！感谢我小柚子啊，这一天呢破费了。嗯，脱骨了，烂乎了。嗯，这一张嘴啊，都有四斤沉，哎呦我操！该说不说的，我小舅跟我身上割出来了。来碗，哎呦我，哇，哎呦我，哎呦嗯，哎呀，喂。这小六汁儿，我得往上一浇。哎呦，这咋回事？哎呦！